Hello. Good morning. Chai Dawei. 头前，直直出去，看到啊，东桥边，望了边正远，在直直路上出去一间啊，叫泰州肉丸。泰州肉丸。无开，有人现在开，有人无开。这个空气也太。云林呢，湖尾呢有一家星巴克，它是现在目前设立在一个日治时代的一个老建筑里面，我想要带大家去看一下啊。所以我们今天跟 Brian， Hello， 还有我妈妈，我妈妈睡着了，没有，对，这我们一样，又是三人行，继上次全联之后，再度合体，再度合作。好了，我们现在一路往南，现在在三号高速公路，而外面的空气真的非常不好。台中这几天的空气呢，虽然已经感觉到不好了，没想到这个地方更差、欸。现在目前才差不多在南投而已，这个位置是在对南投有没有二处出口？我们已经下交流道，重点是云林到底有什么美食呢？现在是中午十二点的时间，十二点十六分。哦，那等一下，那间可能人会很多，应该不会多。所以，我们中午第一餐先吃什么？鱿鱼嘴跟叫做阿国斯，是不是？阿国斯，听说非常古早味啊。嗯，真的很好吃，云子回味。就因为忘了我怎么会知道这一家、欸。好像是因为我妈妈家就在这附近哦，家在附近。你妈妈的娘家在云林啊，嗯，所以你是半个云林人嘛？对啊，对啊。哦，原来是如此啊。所以咱都要开始讲台语啊。对啊，来到这都要讲台语、啊。再亲切。对啊。台语，他有人跟你讲什么台语？是闽南语。啊，别管了。别管了，你要讲闽南语就闽南语，我讲台语就台语啦。无加加，你搞加，屁事，足烦的。讲恁的台语嘛是温温才来的，我都感觉是温温才去的。对不？你讲头学到腔骨怪怪。我刚刚这段啊，看伊的频道，是频道，无是，无是导游，是频道，无是导游。哦，听有啊，听有，听无，我都无法度啊。听无得拔草啦，哈。对啦。听草。哎呦，肉丸米糕呢？吼、哦。哎呀，你少控制一下，莫大家看到肉丸就安尼吼。俩公啊无，我肉丸空呢、欸哦，你是肉丸空啊啦，肉丸空，食个肉丸拢变食个空啊，食个空气啊。所以你也是要甲 Alan 做朋友，你炸肉丸来的。对，你着炸肉丸来看我，我着足介意你个，真诶。哦，爱会记哩哦，那细粒的吼爱四粒，啊大粒的差不多两粒。阿国斯哦，他的鱿鱼羹还有专用停车场哦。有啊。哦，阿国斯专用停车场，刚行李真正真好啊呢。袂歹。哦，哎，停车场满呢。没有车位。无车位呢。哦，你莫看分离袂起呢，啊，看无。到了，这边有真闹热，我来讲。阿国斯内用客人专用。非本店内用顾客请勿进入。阿丹姐，这怎么是跟阿丹姐？当然讲。阿国师内用客人专用。你这样子会出来吗？非本店内用顾客请勿进入。好了，我知道了啦。好啊，丹姐哈。哦，你若无直接食饭哦，直接停哦，一点钟要甲你收两百。嗯。哦，
比台北101更加贵呢。你的停车位要缴很麻烦，我跟你讲，我教你，这不真的不是业配，因为业配已经过了。就业配了怎么样？丢了丢了，都业配了，不是配了，来来来，这里有个车吗？这是我以前业配的案子，真的啊，我真的很好用，我到现在都还在用。那你把你的车牌号码登记进来之后，对不对？它以后你停车，它自动从 APP 里面自动扣钱，你就不用那个，只要没单子啊，这个都直接扔垃圾桶了。哦，那以前常常有时候忘记缴会怎么样，罚单就来了。对啊。啊，现在没有，现在应该好像自纳金了。以前是罚单。我爸爸如果看到罚单都很生气。啊，你啊，你是各冲出去啊，那各叫几多啊？啊，你哦。阿亮，阿你包你看影片，你知无？比，无啦，还是大人拢会较紧张，你知影？嘿，阿你，好，阿你也是，你也是，伊在咧念的时候，你就讲啊，就合资就合资，吼，啊，你个真够赚哦，对，你真够赚的，嘿对，嘿，无啥啦，嘿，就你就刚刚发啦，嘿啦，就开始啦，嘿，你就发啦，你真济啦，你够赚啦，少年人够赚无差啦。我感觉这少年足奇怪喎，咱定来讲啥物，啥物诶，迄个手机啊较好用，迄个手机啊较无好用。伊就讲啊，恁这哦，伊讲啥物，咱讲话共酸，你毋知啥叫酸吼？我甲你讲啥叫酸，好无？像恁这少年人拢足贤讲话啦，嘿，拢足贤的啦。阮若讲啥，你著知影酸啊啦，有啦，安尼贤，安尼叫酸，知影无？当当讲说讲迄个物件好，迄个物件无好，迄叫讲话实在，毋是酸。算就是安尼啦，知无？哦，你做巧的啦，你做巧听有啦，啊，这叫算啊，听无，都讲得对无？嗯，你当紧张。我爸拢袂安尼讲啊，我爸拢讲，你即马拢足强势的，你知无？拢讲袂赢你，你知无？啊，你拢即马拢讲的，你拢对袂？我啊，本来都我对啊。袂使，你安尼，你小让一下。OK， 我们终于等到停车位了，很棒，要进去吃了哈。看一下阿国师，这家生意真的这么好吗？哎，哦，在那边啊，黄颜色的这个招牌啊，这里看到一家阿国师啊，三位。那就住楼下吧。我想要坐楼上比较凉。有点了哈，老油了哈。一定是在点脆筋啊，油去脆筋，油去筋。那什么推荐一下什么料？这边最有名，他们招牌当然就是那个鱿鱼嘴羹嘛，就是鱿鱼嘴。来一个米粉面跟饭。米粉，我也要米粉。你要米粉哦。哦，其实米粉跟面往往都很难选。那你就点啊，都点来一起吃啊。好了，三个都一样啊。然后一定要，其他里面就有鱿鱼嘴了，然后我们叫鱿鱼好了。粉干，你怎么没有鱿鱼？一个小盘的鱿鱼，然后还要吃什么吗？还有那个什么啊，皮蛋豆腐。皮蛋豆腐。对，我要吃皮蛋豆腐。皮蛋豆腐。好吧，一个粉干，好不好？先这样。好 ，OK。请问鱿鱼盘是这里的吗？对，谢谢。这是鱿鱼嘴羹，不，哎，对，鱿鱼嘴羹面，米粉，鱿鱼，嗯，你看啊，这个皮蛋豆腐，粉干跟皮蛋豆腐，皮蛋豆腐，好，这个我最爱的。其实我是要点粉肠的。你刚刚就讲粉干啊，经典那个牛肉饭，现在吃一下，这是看了。好吃吗？我们在。
可是它这个一碗量没有很多啊。对啊，都是小小的。所以基本上来，如果想要吃的过瘾的话，我会吃两碗。来，这下就空八分。空八分加。所以哦，哇塞！我看到不？空八分。放这里。其实它就是古早味，也没有说特别什么奇特的味道，也就是台湾就很奇怪，生意好了之后就是已经不是在吃好不好吃了，它是最普通的。对啊，很有可能隔壁巷的比这个还好吃，但你就不想吃，你就不会想吃，就是真香。好吃吗？好吃，确实好吃。确实好吃啊！哦，我妈鉴定的。那边汤头那段，伊汤袂讲足咸的，袂伤咸。所以，这饼干很好吃。粉干。嗯，好喝。这反干好香哦！我这光就不讲，那是什么？鱿鱼嘴。鱿鱼嘴怎么是这种颜色的？卤的、啊，这是卤的、啊。他们的招牌是这个卤鱿鱼嘴，这是卤的，吃吃看。哦，卤的真的不一样。这个是必吃的啦，对，卖妈妈店那个，来这边必点这个肉，肉都给你没关系啊，我吃点饭就好。这是面里面的啊，你这么小碗哦？没有，先把它弄到这边来。加一些空吧，空了。味道还可以啊，就古早味啊。就很朴实的味道。这底巴就盘了呀。猪肉很香，皮蛋豆腐，我的最爱。皮蛋你喜欢把它剁在一起吃吗？喜欢啊。皮蛋豆腐一定要冰的。我刚查一下这家，就是阿国斯鱿鱼羹，它是60年的老店。然后是1952年创立的。觉得我吃好饱啊！很饱。那个，如果有来云林的朋友，可以来这边吃吃看。这是点最重要的。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是卤的鱿鱼嘴啊，就刚讲的，然后还有鱿鱼卤那个鱿鱼羹面，鱿鱼嘴羹面，其他的部分吃起来就是跟你家附近的餐厅吃起来味道其实不会差太多，好不好？对呀、啊，嘴巴一直痒，都没有停。走，买单，玛丽买，你把玛丽加。慢慢吃，慢慢吃。